尖叫声此起彼落，民众坐上大型游乐设施，享受高速旋转刺激感，还能搭上吊椅缆车俯瞰整个会场。这里不是游乐园，而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为期18天的夏日盛会——国家展览会。精彩表演轮番登场，140多年历史展览会每年都为安大略省带来100万游客，还有上亿元商机。碰上疫情停摆2年，今年规模更胜以往，规划17个展区，展现加拿大特色。然后在这边呢，可以吃到非常多多伦多特色的异国小吃，有他们的甜甜圈，还有一些吉拿棒，还有很多棉花糖跟饮料，现场非常多的零食，让你都可以吃得到。然后现场的设施也非常的多。好吃又好玩展览会是全球榜上有名大型活动，也是加拿大规模最大活动，充分展现加拿大的丰富多元人文风情。因为是加拿大多伦多综合报道。